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曼谷市政府推出多项措施应对酷热天气。开泰银行研究中心预估，今年入境泰国的外国游客预估有3600万。今年头两个月注册的新法人17200家。能源监管委员会推出3个电价选项，最低每度4.18铢。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曼谷推出多项措施应对酷热天气。曼谷市长、副秘书长兼市府发言人 A. Guaranru 指出，曼谷近期天气炎热，按照气象厅的公告，泰国从2月21日起进入夏季，炎热夏季将一直持续到5月，预计今年最高温度可能达到摄氏44.5度。炎热的天气可能对市民的健康以及日常生活带来影响，特别是幼儿以及65岁以上的高龄人士，罹患各种慢性疾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因此曼谷市政府提醒市民关注夏季保健，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身体不适以及疾病发作问题。曼谷市政府发言人还指出，夏季期间应该注意防暑，特别是体育运动人群应谨慎防范中暑。曼谷市政府已指示医疗办事处、公共卫生办事处、教育办事处、环境办事处、文化体育及观光办事处等做好准备，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让市民安度夏季暑期。他说，市政府要求各办事处采取5个方面的措施，包括了有系统应对夏季旱灾计划，向民众分发各种抗旱物资和设施，提升公共卫生部门抗暑的能力建设，各医疗场所加强为市民提供服务，准备充足的药品和应急医疗条件，在温度超过43.1摄氏度时启动医疗与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至于长期措施，要求环境办事处继续推动绿化城市措施，增加公园，推展15分钟公园项目。在城市建筑管理方面，要求高楼建筑采取更多的绿色建筑设计，有更好的空气流通条件，减少热空气在市区高楼地段排出不畅，增加城市水源，减少各种积热表面，促进建筑物采用冷却水取代传统的空调冷媒。开泰银行研究中心预估，今年将有3600万外国游客入境泰国。泰国的开泰银行研究中心日前报告，预计2024年，也就是今年，泰国将会接待3600万外国游客。该中心的估计是基于今年前两个月前来泰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50%。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的数据，一月和二月来自马来西亚、俄罗斯、韩国、印度、德国、法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数量已经反弹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该研究中心预计一季度入境泰国的外国游客将达到932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今年将呈现积极的迹象。该中心将游客的激增归功于泰国经济的改善以及政府的短期和长期旅游促进政策。该中心表示，最突出的是去年九月以来，许多国家游客实施了免签证入境政策。其他支持因素包括了航空公司开通飞来泰国的新航线以及增加航班频率。泰国国家民航局的数据显示，一月到二月，泰国国际航班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4%。他预测，全年普通航空公司和廉价航空公司将开通更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航线。与此同时，该中心表示，国际活动以及体育赛事，包括定于二月举行的2024年国际足联大会，将继续吸引外国游客前来泰国。今年头两个月，新注册企业1.72 万家，增长 1.5%。 商业部商业发展厅长欧罗蒙女士说，2024年开启新时代，持续推进泰国企业的注册。商业发展厅预估，今年第一季度将有23,000至27,000次注册，预计2024年将是泰国和外国商人都有兴趣在泰国持续投资的一年。得益于各种支持因素，例如自营部门的消费增加、出口部门开始复苏，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迟和中断的大型政府基础建设设施项目继续向前推进，包括根据新经济模式，也就是生物循环和绿色经济或者 MISG 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促使相关的业务增长。今年一月到二月，全国新注册企业有17,200多家，注册资本总额为457.9亿元，与2023年同期相比，企业注册数量增加267家，增长 1.5%， 注册资本增加58.7亿元，增长 4.5%。 2023年1月至2月，企业注册数量17,000家，注册资本39.68亿元。今年头两个月注册数量排名前三的业务分别是一般建筑业务1,300多家，占了 7.9%， 注册资本30.2亿元，占 6.5%， 二房地产业务1,300多家，占了 7.5%， 注册资本52.7亿元，占了 11.5%， 三餐饮业务740多家，占了 4.3%，注册资本13.7亿元，占了 3%。 而同期间结束经营业务共有1,800多家，注册资本63.6亿元，与2023年同期相比，结束经营业务减少200多家，下降 12%， 注册资本减少8.4亿元，下降 11.7%。至于2023年1月至2月结束经营业务的2,100多家，注册资本72.07亿元。能源监管政策委员会推出三个电价选项，最低每度4.18铢。泰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推出三种电价选择，最低每度4.18铢，
最高 5.43 株，准备偿还泰国发电局的140亿株债务。能源监管委员会办公室秘书长兼能源监管委员会发言人空奇透露，今年3月6日召开的能源监管委员会今年第11次会议批准了去年9到12月期间的实际发电成本负担，以及批准了今年5月到8月期间 FT 值的估算结果，已将能源监管委员会办公室使用的 FT 估算值以及支付国家发电局实际费用的指导方针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并将在今年3月8到22日透过能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网站进行发布。相关指导方针如下：第一种情况，一次性偿还债务，分为能够反映今年5月到8月期间每度 19.21 市丁的估算零售 FT 成本，一次性支付669.89亿株，或者每单位146.03市丁的资金，用于支付发电局的未来成本负担。今年5月到8月期间 FT 总费用为每度165.25市丁的，加上每度3.7833株的基本电费，使得平均电费价格增加到每度5.4357株，不含增值税。第二种情况，分四期偿还未偿费用，分为能够反映出今年5月到8月期间每度 19.21 市丁的估算零售 FT 成本，分四期支付发电局未偿成本负担款项996.89亿株的总计249.22亿株，或者每度36.51市丁，这使得今年5月到8月期间的 FT 费用为每度55.72市丁，与每度3.7833株的基本电费相加，使得平均电费价格增加到每度4.3405株，不含增值税。安琪还表示，导致今年5月到8月期间电力生产成本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液化天然气价格成本持续下降。他说，尽管爱侣湾气田计划在今年4月将天然气产量从每天400立方英尺逐步增加到800立方英尺，但是从泰国湾获得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估计量方面仍然保持在同一水平或者略有减少。能源监管委员会办公室提倡电力用户检查冰箱、空调等电力设备，使其具备良好的工作状态，以便在炎热的天气节省用电量，这将有助于减少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减少电力系统新的用电高峰的出现，也有助于减轻电力用户本身的电费负担。能源监管委员会将于今年3月8到22日透过能源监管委员会网站听取各方意见，并进行汇集及公布。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